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云顶教室。今天要教大家这个简单的蝴蝶结。那呢，一开始就先准备一条红色的260015。这样尾段大约留10公分左右，可以稍微泄一点气，把它捏软一点。那一开始呢，先做一个长泡泡。然后做一个熊耳结，然后呢，再做两个长泡泡，下面相扭在一起，然后再把这两个长泡泡往下挤，做成两个环节。如果你觉得气球太少的话，可以稍微把它捏软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两个环节包起来，像这样。量好之后，跟从这边中间这边转个2-3圈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把它包起来。慢慢转，转进来。好了之后呢，最后面这边再做一个熊耳结。将它前后这边有一个熊耳结，后面有一个熊耳结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这边再稍微缩一下形，让它弯弯的。这个球鼻嘴把它剪掉，这样一个蝴蝶结就完成啦。